第四题，四到七题是题组，利用右图，请回答四到七题。图中每一格长度皆相同。图书馆在面包店的西方1000公尺的位置，这个叙述以谁为基准点？我们看到图书馆在面包店的西方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以面包点为基准，所以我们是以面包点为基准点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这个叙述是以谁为基准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面包店。